同款是五日节活动，河尾民情社区庆端阳，志工妈妈除了包粽，也搁准备舞蹈表演，甲社区民众做伙热烈庆祝。民情社区举办端午庆祝活动，除了传统的包粽关怀就是表演节目是一年比一年搁较精彩。其中一挂召开的志工妈妈，搁较是今年活动的主角，唔拿无用包肉粽，该准备素兰小姐要出嫁戏剧表演。进前啊，阮的厨房的志工妈妈啊嘛，今年特别有练了一个做内山姑娘要出嫁。即等下要出阵啊！即一阵吼，到二十几个人哦。即、这个阵容是最近集合了阮个庄个一寡职工妈妈啊，即职工大家共同来组织即个，因即个做才艺真好，啊会煮，啊会表演，啊平常时啊会当来服务即个社区啦吼。来，咱来拜师娘，变好生，好，把伊较快做大家。除了土风舞队，社区的二胡班的成员也带来精彩表演。最特别的，还请名利老师到现场替大家解决问题。另外，在民情社区担任社福乐意工作的民众，在伊满了后，选择继续留在当地为社区服务。社区也借此活动来表扬感谢因。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。